你是不是怕我不摆摊你没有工资了，是不是 ？Later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菜菜，生日8周年，直播了一天，能不能听到？我现在嗓子都有一点哑了，这个腰坐的，腰间盘突出都犯了，屁股都疼。你看我下面垫了几个，看，垫了3个这个也没有用，还是屁股疼，还是腰疼。今天直播的效果还是很好，很不错的啊，感谢所有粉丝的支持。然后我现在呢，酒吧这边简单的给它收拾一下，归拢一下。现在是快九点了，正好我现在坐地铁的话还能赶到家，如果再晚一点我就回不去了。酒吧七七姐，好的，辛苦了啊！今天一天又辛苦一天啊、哦！这个电脑要关，嗯，关空调呀。好，走吧，出来，我关灯。那个不用关，拜拜，明天见啦，下班啦。现在都没有人了。好，谢谢。现在已经到地铁口了，9:10，然后现在要去坐地铁。此时此刻就特别想有一个床，真好，可以躺下睡觉，感觉都快站不稳了，又累又困又晕。盒子，现在已经是10:01了，到了鸭林冲地铁站，实在走不动了，骑个小黄车回去。10:19，终于到家了。哎呦，哎呦，你咋知道我回来了？弟弟睡着了，这是我的快递吗？嗯。你吃饭吗？这个桌布到了是吧？这个桌布真好。搬到我那个屋里，我直播的时候可以用，因为我那个屋里没有桌子，你知道吧？这边的桌，这边长了点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哎呦，坏了我的腰，得按，给慢慢按一下。对，这边就出汗了。今天主要是坐太长的时间了，要不我趴在那里，你给我按一下吧，按5毛钱的可以吗？5毛钱多长时间？不用了，太累啊。我这才刚到家，累得腰都直不起来，你还问我啥时候摆摊？你是不是怕我不摆摊你没有工资了，是不是？啊，一天到晚想着让我去摆摊，我趴在那里，你给我捶一下吧，腰太疼了。没有工资也是你每个月的零花钱的，好吗？大姐，妈妈想吃饭，吃什么？我想吃一个荷包鸡蛋，好，然后有糖心的，不是老的。养闺女真好，再给我捶背，然后老大在做饭。这老大给我打了鸡蛋，彭佳颖，你这一个鸡蛋，你恨不得弄一桶水一个里面，你是这么多糖，放糖了没？我要的是7分熟耶，你这是多少熟啊？应该有一个是7分，怎么就一个鸡蛋？你这个鸡蛋白的。不知道，下班能吃上闺女给我做的饭，不错啊，西瓜是老爱切的，嗯。